我觉得这一次的活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有机会跟其他国家的艺术家进行一个比较直接的交流。它并不是属于那种我们只是去欣赏画。但这一次的活动最大的优点就在于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创作的融合，这个是一般艺术家是很难有一种像这种类型的接触，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